宝马这款全新的四系外形非常俊朗，四系的性能出众，专门为热爱开车的人士而设计，令人期待。四系在所有宝马车当中重心最低，可以紧贴路面之余，入弯操控准确严密。四系备有标准的宝马跑车配置，当然可以升级拿到更多的马力和扭力，加上标准19寸车圈等，整体来说和同级数相比，四系可以说是高人一等，内拢还很吸引人呢。当然啦，您会有一个超大的 iDrive 屏幕，并可以升级到 LED 车头灯，加上最新推出的个人化选项，您可以将您的宝马彻底个性化。还有和已经不生产的三系敞篷相比，四系的结构更加结实，车身也加长了。最特别的是，四系开篷是同级数中唯一的硬篷设计。那我们马上去试车吧，请马上亲临您就近的宝马车行试车。